我在巴基斯坦竟然被当作日本间谍，他要收走我的护照。哎，你给我护照。什么？你护照给我。为什么给你啊？你日本吧？我不是日本的。哎，你给我护照看一下啊。好好好，我给你我的护照，我给你我的护照啊。之前我在巴基斯坦的枪械店里不小心弄坏了柜台的玻璃，店员拿着枪要我跟他去见他的老板。后面挂了老多枪了，这老板表情不太对啊。这老板到我旁边来也不知道啥意思啊。How much I should pay? Because Chinese are friend, it is a gift for you. Okay. No, it's illegal. 他不让我赔钱就算了，他说他要送我一把枪。No. Thank you. Okay, no issue. It is because Chinese and we are our brothers. Thank you. 这老板说中国人都是他的兄弟。Thank you very much. Pakistani and Chinese brother. Yes. 金大都是第一任的。爸爸。Yeah, thank you. 这大哥还拿上子弹了，这外面枪声不断。What? Come. Where we go? Oh, down. Where we go?Fire, take fire now. Oh my god, take fire. Yeah, fire. 这大哥太硬核了，直接拉着我的小手，揣了几个子弹就往楼上走。兄弟，谢谢啊。哎呀，你带我来这地方真是绝了啊。刚才听到那枪响，我都已经很害怕了。Oh my god, 这大哥直接上子弹了呀。这个就是他们测试的地方应该。老板给了我一个这个耳罩。因为这声音特别大啊 ，I can't swear. Oh my god. Fire. Wait, you fire. Okay. Okay, I fire. 哇，这个枪的后坐力很大。Wait. 我这个皮直接已经掉了啊，它的后坐力非常大，皮掉了。哦，他们这个枪卡壳了。Oh my god, 这东西非常的危险啊，哪怕我是只是震伤了一下都出血了。我的手在颤抖，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了，流血了已经。接着这位老板又邀请我参观他们的枪械工厂。原来他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前店后厂，是产枪的地方啊。我就感觉来到了塔寨村一样，他让我自己逛一逛，这边都是造枪的地方。 Thank you。我现在来到这个造枪厂的后院啊，能听到很多铁器敲击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在手工制作枪支。整个四合院全都是房子，房子里面全都在完成各项流水线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说，我真的就像来到塔寨一样啊，很震撼这个场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场景。那我就简单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造枪的福田啊，这样有点像塔寨。这里有很多的车床，车什么的玩意儿呢？就车这个东西，这个枪托啊、枪壳什么的都是车床车出来的。It's cool. No American. Yeah. It's cool. Black. Nice. 这是我在这个造枪厂里面发现最小的一个工人。How old are you? H. 这小朋友告诉我，他只有十岁，他就在这戳枪了。这种枪的壳子呢，就是车床车出来的。然后还要经过打磨才能那什么。 good job。 我进来他很热情，不要对到我。外面都是枪响啊，这大哥在用车床车这个零件。 It's cool. Stugan. Yeah. Stugan. 这是个枪膛。 My name is Stugan. Oh, I know this. 枪的膛线太厉害了。 American. Yeah. Oh, yes. 仿制的美国的一种就是工艺。在外面阵阵枪声，大家能听到吗？ Thank you. 这大哥太热情了，他非要教我怎么做枪的。他这是来福的那个撞针。来福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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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let's see, OJ. Oh my g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大哥是劝都劝不住，非得请我喝饮料。我们现在来二楼了呀，这二楼呢都是一些搓搓刀的地方，把刚才车床搞过的呢打磨一下，精细化一下。看这个大哥 ，Good， 非常熟练啊，打磨。He said carry me to China.这每个房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熟练啊，这个大哥。Hello， 这个打磨的过程呢，就是让它所有的部件呢都变得更加的顺滑。这一看就是个老工匠啊。这大哥给我展示呢。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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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每个房间呢都是这样子的啊。我现在呢就待在这个工厂里边，这个大哥他说他要请我喝茶啊，我就看他搓这个枪。这大哥说他两天时间呢能搓成一把枪，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也就十把左右吧，一把枪能卖个100多块钱。他请我喝茶，我就要等待他。兄弟，这大哥又请我喝茶。这是那个无花果汁儿，还挺好喝的。他们真的是特别的热情。哎，你好，兄弟。哎，你好，你好，你会说中文？哎，对啊。哎，你给我负责。什么？你负责给我？为什么给你啊？你日本吧？我不是日本的。嗯，你给我护照干一下啊。好好好，我给你我的护照，我给你我的护照啊。这大哥说我是日本的，非得让我给他护照看一下。你看看，那 Chinese passport。哎，中国的。啊，中国的。哎，中国。我是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啊。好的，好的，好的。你来来吧。哎，我的护照呢？来来，你来吧，来吧啊。干嘛？来吧，来吧。干嘛干嘛？来死来死来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兄弟啊。这大哥把我护照揣着，然后就拉着我走，这什么意思呢？啊，这真的很神奇啊！这又拉着我走。来来，我是没搞懂这什么意思啊！把我护照揣着就走了，我这出国那么多次，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哎，兄弟，什么意思？啊，这个还给你们。好好好，谢谢。这边的就相对近一点吧，啊。这个大哥把我的护照还给我了啊，他们以为我是日本的间谍是不是？对对对，因为这里的造枪技术呢非常的超前，所以不好意思，你没事了，没事，检查了护照就没事了，是兄弟对吧？没事没事的，兄弟啊。哦，好的好的，谢谢兄弟，没事的没事的，谢谢，没事的没事的啊。一场误会啊。对，那我是不是不能待在这里了？不不不，来吧。好好好，哎，好好，谢谢。哎，别小里面你来过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要小心一点嘛。这里很危险是吗？也一点有麻烦，有的呀。哦，哎，麻烦一点一点有的呀。好的好的。就像这个别小我了，就是那个拉霍的，还有那个卡拉奇，还有那个伊斯兰堡，不一样的呀。就是你们这边安全有没有这不安全的？就你们出门要带枪是吧？对对对对。这巴基斯坦政府真的很聪明啊！我来了那么多天了，第一次遇到会讲中文的当地人。他竟然以为我是间谍，用中文来测试我是不是日本间谍，这明显一测就准嘛，对不对？因为这里的造枪技术呢很高，所以日本人可能会过来啊偷学造枪技术啊。